南台湾对去年寒天以来就真少落雨，气象预测今年三月份到四月份雨量也可能会偏少。目前供应大嘉义地区民生用水的南潭，阁有金鱼潭水库的水量，截至二十号为止，已经分别降到43%，阁有33%。为着会当伫咧雨季来临之前稳定供水，嘉义地区对三月份开始水情定和中央调整成为黄灯，将实施伫咧。阴暗兼阿强水，洪玉斌将养成良好的省水习惯，共同来度过这段欠水的时间。面对最近气候反常，降雨偏少，嘉义地区对三月初一开始要实施减压供水。嘉义市政府嘛，对去年年底就已经提早启动各项省水调度的措施，由公部门带头节约用水，成立抗旱专区，要求各机关学校选择服务灶尾灯和电视墙，加强省水的选择，呼吁市民响应，嘛配合伫咧里面大会等等大型的集会活动来。进行选择，另外嘛，积极选择水资源回收中心，免费提供回收水再利用，会当用伫咧清洗街道、阿花等等。一月份回收水平均逐天的使用量大约482桶，一万够2300桶的水会当提供使用。目前南潭喷泉嘛，伫咧二月初三开始停止展演。嘉义市各公园各有道路喷水池，拢是采用着循环水，将依照着水情停止喷水。目前中央嘛调度三门水库、乌山头水库和乌山水库的水源资源运用，来减少着南潭各有金鱼潭水库的出水量。来确保嘉义地区用水暂时无问题，嘉义市政府嘛再度呼吁，请市民朋友阁有商业店家，考量现在困难的水情，共同来节约用水，养成良好的省水习惯，度过欠水的这段时间。最新新闻，张丁顺、王秀山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。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